what if we'd stay like this forever？ 欢迎又来到 Sigma 的手作甜点。情人节快到了，正好是给特别的他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。为什么不自己试试做手作巧克力呢？首先呢，我们准备的有无盐奶油、黑巧克力、动物鲜奶油，还有30克的核桃仁。将黑巧克力切碎备用。核桃仁切碎倒入黑巧克力中。将鲜奶油与无盐奶油倒入锅中，以小火加热让奶油融化，搅拌一下后煮至奶油小火沸腾，奶油巧克力酱倒入准备好的模具中，进冷藏3小时后取出。刀子用热水烫过，每切完一刀后都要记得擦刀，撒上可可粉，以食用金箔点缀。情人节已经到了，那为了对他表达一个感谢，还有这个情人节的这些特殊意义，所以呢，我就选择自己去制作这一个巧克力的点心。那我现在来试吃一个看看，非常好吃，它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巧克力。也请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这样我们有更新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资讯咯。谢谢，我是 Sigma， 拜拜，情人节快乐，耶、yeah!